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要讲的就是生长。那什么是生长啊？生长就是细胞变多，细胞变大嘛，对不对？你从小时候 baby 长大，是不是细胞会变多了，细胞变大了，或者甚至细胞还有分化了的一些反应，例如像是植物啊发芽，对不对？最后长出了一株草，那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们发现它细胞可能比原本种子里面还要更多，然后甚至比原本的还要更大，这个东西就是生长哦。大家有了解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不会的吧。